非常非常深的感触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跟内地、跟祖国是有一个还未完成的缘分。城市的钟声已响起，古老永远而离去，中国的母亲，我静静地听着你的声音，穿过在近年，我觉得海峡两岸的，你要说是距离是越来越少了，我也非常高兴这一点。我一直觉得，我希望做所有的我能够出的力量，就是能够使得这个距离减少。无论成功。也无论是意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也许我不在你身边，可我从不曾忘记，我拥有你给我。